苹果赏屋团带路，找人来看屋。哎，今天怎么那么多人聚集在南势角捷运站呢？原来他们是参加苹果日报所办的苹果赏屋团，实地参观台北赏屋一日游。今天第一站来到中和区，现场不只是带来详细的介绍，还准备了许多精致的点心提供给赏屋民众，让人能开心的赏屋。趁着休息时间，我们来访问一下民众，为什么会参加这次的赏屋团呢？一年来啊，苹果办的赏屋团都很成功，而且效果很好，风评也不错，都有帮我们这买屋的人啊筛选比较物超所值的那个物件。中午稍作休息后，苹果赏屋团马不停蹄地来到板桥区。这时，有暗场竟然豪气地打出“买房送电视”来吸引买气，真是太吸引人了。一整天的赏屋团行程，看了那么多房子的民众是否会心动呢？来，当然就会有个期待嘛。那他如果开出的价格刚好多出了你的期待，当然就会很心动。最后一站来到新庄区，即使到最后，大家还是兴致勃勃地听着服务人员的讲解呢。一整天下来，团员们都很开心参与这次的苹果赏屋季。我们下次赏屋团再见喽！苹果日报。